什么英雄，我们不是什么烈士，我们只有一颗勇敢的心，愿意跟从主，听从主差遣。都是你的器皿，无论在职场在何场，我们都愿意献上我们的忠心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小人物可以为你做大事。我们没有什么权势，我们没有什么地位，我们只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愿意顺服主，接受主差遣。改变这世界。